你现在多少吨了？你想想，来，我换了英语先。一小时一千多吨啊！来，那车子放不了的，他搞。我怎么行呢？老高到前面把他压住。老高，前面。你们一个小时拿一个，一千多吨。OK。拉着。哎，你咋打没掉了？不喜欢了，把后面这段剪掉，把后面这段剪掉。